千锤百炼铸金刚，钢铁大国成辉煌，立足制造不铿锵，河北工院不华章，燃烧钢铁力量融铸职教辉煌，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1958年，在国家大力发展钢铁行业的时代大背景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由此开始了立足制造、冶金特色、服务区域、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时代发展征程。从钢铁行业工段长的摇篮，到现代化引领精英的沃土，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几经风雨，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蓬勃崛起，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日进日新，已将自己建设成为环境优雅、一教一学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下设三大校区，建有服务钢铁冶金、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建筑、化工环保、财经商贸等七大专业群。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冶金特色高职院校，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走培育工匠精神、成就大国工匠的人才培养之路，切实贯彻立足钢铁建特色、服务区域谋发展、融通中外扩影响、建设一流做示范的建设思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链构建专业群，形成以工科为主、工经管协调发展的专业布局。其中黑色冶金、应用化工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工程造价、会计、电子商务六个品牌专业被列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建设项目。金属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冶金工程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四个工程教育本科专业，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智能制造是先导方向，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学院审时度势，抢抓机遇，成立智能制造学院，迅速占领智能制造领域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高地，职教品牌力量熠熠生辉。春风化雨，觅得树人。自建校以来，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定不移地走高职教育品牌发展之路，形成了一核心、五主体、一平台、五系统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锤炼出一支师德高尚、技术精湛的雄厚师资队伍。名师辈出，新秀绽放，赋予学院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强大力量，强势引领教学质量的长效提升。各专业课程依托云教学技术，将移动教学工具引进课堂，促进了互联网加背景下的教学模块综合改革，建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为现代化教学水平的实质飞跃夯实了根基。学院将铁的纪律、钢的意志、火的热情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将高职教育特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开创出一条主线、两个服务、三级项目、四个注重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与此同时，
学院深入推进双主体、三同步、四融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工作，大力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切实推进理实一体化教学，先后同邯郸钢铁、三一重工、上汽通用、长安福特、华北制药、聚美优品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开展订单培养，使学生的实习实训场所从模拟仿真的校内实训室延伸到真刀真枪的生产场地，真正实现了学生零距离实习、零距离就业。在两大人才培养模式的强力驱动下，工院学子很吃苦，上手快，责任心强，每年在省级以上各类技能大赛中斩获百余项荣誉，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100%，高级证书获取率50%以上，得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赞誉。职业教育肩负着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需求，切实推进校企深度融合。一是建立行业内知名企业互访制度，在学生培养、科研合作、职工培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立体合作。二是密切关注雄安新区、曹妃甸区等各园区建设情况，根据园区建设进展持续跟进，为园区筹建提供人才保证和治理支持。三是积极依托专业优势，针对岗位特点开发培训教材和学习包，先后为省内外大中型钢铁、建筑、焦化企业和服务行业开展量体裁衣式职工培训，形成了培训捆绑学历教育的新型培训培养模式，年授一面逾万人次。与此同时，工院抢滩老年教育市场，与河北老年大学合作开办河北省第一个老年教育高职院校，在创新继续教育、老年教育体制机制、扩大老年教育供给、提升老年教育现代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开创先河，为加快全省老年教育发展做出了示范和榜样，高效实现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办学宗旨。涵育英才，弘扬传统文化，三炼三融，铸就钢铁精神。近年来，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育人工作，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思政课课堂主渠道教育、工院论坛品牌建设、名片学生工程彭贝引导等方式，形成了定位准确、思路清晰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工院论坛成功入选河北省第一批基层五大宣传文化阵地名单，学院成为入选十所高校中唯一一所高职院校。三大艺术节传递青春正能量，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精品社团形成蓬勃发展之势，成为学院品牌和学工特色，志愿服务熠熠生辉，工院论坛浸润心灵，名片学生窗口卓有成效。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学院与企业合作共建首批国家级众创空间玉米众创空间，大力发展来吧、创客咖啡、 3D 打印中心等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积极探索全方位阶梯型产业链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工位、导师、培训、基金等全套孵化服务和多项共享资源。越来越多的工院学子在双创教育中实现自我价值，创新创业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展现。积极勇进，破浪行，夯基垒台成大业，锐意进取的工院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用激情和汗水铸造出学院一项项光辉履历。学院办学实绩十分显著，招生分数连年全省第一，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8%以上，就业单位集中于国企、上市公司、大型股份制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专接本录取率连续3年稳居全省第一，工程教育实验班学生考研成绩雄踞河北榜首，办学成果日益丰硕，教学成果获奖数量稳居全省第一，每年培训各类技术技能人才1.2万名，开展相关技术服务200多项，国际交流持续深入，职业教育理念品质升级。自1990年起至今，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所高校开展交流合作，现有中澳、中美、中韩3个合作办学项目，与英国2所高校合作开展专科升硕士文凭项目，并常年聘请外教开展教学。境内外师生互访、游学、研修、实习等交流活动频繁。除此之外，学校重点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河北省唯一所接受孟加拉国籍留学生的高职院校。学校先后获得河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冶金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全国机械行业骨干职业院校、国家优质校立项建设单位等多项业内至高荣誉。2012年，学院在教育部高职高端院校综合评比中排名第一，并成为第3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唯一入选专科院校和河北省唯一入选高校，在燕赵大地谱写出一曲激越磅礴、雄浑嘹亮的时代交响。拓高职疆土，启发展纪元。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秉承服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的发展目标，围绕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建设等高校整合优势资源，全力打造特色专业品牌，向着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目标全速前进，助推河北经济走向崭新辉煌。